九，人小鬼大宝宝奖，获奖理由四字词语多多多。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？我提醒你一个字吧。好。朝。朝明。朝明。哦。那我提醒你两个字吧。好。朝同。长头电视。弟弟，你真的是出来混的，不是出来聊天的。那我提醒你三个字好不好？朝同天。朝同天地。极品，真的，极品，好。极品。他还在一个人捣鼓，什么叫极品？你最欣赏谁？凤凰传奇。凤凰传奇是什么东西啊？人呀、啊。是人啊？哦，真的、啊，我都不认识。那凤凰传奇是一个男人呢，还是一个女人呢？男人和女人一起唱的。为什么凤凰传奇会是两个人呢？因为每个肠子都是两个人唱的。什么叫每个肠子啊？每个都是四个字，一个都是两个人唱的歌、啊、四个字的一定是两个人、嗯、凤凰传奇一定是两个人，对，是吗？那么东方明珠也是四个字啊，它到底是几个人呢？它不是人，它是一个房子。你自己说的吗？四个字嘛，一定是。其实不是房子、嗯、是让我们参观的呀。对呀、啊、那你自己说四个字就是两个人呢、啊、凤凰传奇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卢浦大桥怎么样，四个字，隧道一线。四个字，那么然后呢？隧道二线、uh-huh、还有大桥一线，都是四个字。你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你意思就是我说错了，对不对？东方明珠其实让我们能进去的。我知道。还有进